哇哈哈哈！各位同学，马上要放假了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激动啊？不会，我感觉很无聊。那行，把你的假期取消吧。那不行，我要在无聊中度过假期。我看你是够无聊的。行了，看我画画吧。主持人，音乐。好的，收到。多么可笑的心事，只剩我还在坚持。谁能看透我眼睛，让我能够不再失明。我要记住你的样子，相遇记住谁的拥抱，像云在天空中停靠。完成了，快要放假了，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和这幅画一样呢？